知道是因为李小军才不愿意听我电话的。我没有不愿意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咱们之前对比请了6天的假。再聊，我可能暂时先不回去了。小军的妈妈答应托人帮我办调动回京。调动是吧？调动你也会嘉峪关拿东西吧？我在嘉峪关没什么东西。你有我呀。再聊，我们在车站分手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喜欢的是李小军，你不要再这样了行吗？行，调动，等你想明白了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？是。你真的心里一点都没有我？你还要想明白，他会不会像你在乎他那样在乎你？再聊，你别说了。你听我把话说完，就算死你也让我死个明白吧。就算你再也不回嘉峪关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起码你让我心里的话都说完行吗？春哥，我不占你便宜，这是最好的两个，你要不要？你那衣服我也不要了。那我明天去大院拿衣服。行。哎，群哥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，等你姐呢。我姐好像去办事处了。办事处？啊，刚才有我姐长途电话，妈非不让让我姐接，自己去接的。这会儿可能我姐去接了吧。那我先走了，群哥。啊。从2年前来嘉峪关的火车上，第一次看到东西，我就对我自己说，我一定要对这个姑娘好，因为我喜欢她，我这辈子都要陪在她的身边，为她干什么我都愿意。这话我不敢跟你说，当着你的面我就更不敢说了，怕把你吓跑了。我知道你心里装的全是李小军，所以我一直小心的忍着，我一直忍着，我希望你慢慢把她忘掉。我不会忘掉他的。那是因为时间还不够。我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有足够长的时间的话。再聊，你真的别说了，我要挂电话了。别挂。甘露，你心咋这么狠呢？我不是心狠，是心乱。那你为了李小军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？咱们这么说吧，如果李小军让你留下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不回来了？是。对不起，同志，麻烦再接一次行吗？甘露，甘露，喂，你好，麻烦叫一下甘露。甘露，喂，甘露，是你吧？喂，
我知道你没有走甘露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我电话挂了，我心里太难受。我知道我怎么争都争不过李小军，可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他到底有什么好的。刚才甘露在跟你通电话呢。 李小军，甘露呢？他不在。是你让他走的？是你让他不接我电话的是吧？我还不至于那么没劲。行，咱们都是爷们儿，话敞开了说吧。我不知道以前你和甘露是怎么回事，但我知道这两年多来我们朝夕相处。 你知道赵一香住什么意思吧？他心里有我，只是现在不敢承认罢了。这样，如果你有种的话，你别让他回来，你要了他。或者你回来陪他种地，那我彻底死心了。如果没种的话，那就跟甘露挑明了，让他彻底死心。听明白了吧？麻烦你转告甘露，五天之内。 在嘉峪关的程良家见不到他的话，第六天我都北京来接他。妈，我和安在良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那人家干嘛电话追着你打呀？啊，妈都这把年纪了，还得在你缺爱面前编你跟小军的事儿，你让妈老脸往哪搁呀？ 那你替我把话说清楚行吗？好啊，你能说清楚吗？你说，我和安在良他……小军，你没走啊？啊，我刚刚在胡同口待着，等甘露呢。甘露，你刚去哪儿了？ 刚刚在胡同口呢。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哦，可能刚才你们走两岔了，啊。嗯。好。甘露。 你刚是在接安在良的电话，我也接了。你何必呢？你正大光明的事你干嘛要隐瞒呢？你现在跟安在良好上了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我不是没见过那个人。你这趟回来什么意思？你干嘛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不是不回来呢，省得你偷偷摸摸打电话。谁偷偷摸摸了？李小军，你回来！ 你什么意思啊？咱俩就这样吧，甘露。 跟我说，你跟安在良到什么份上了？他喜欢我。你这个孩子，你是信我还是信小军？姐姐，我们是来陪不是的，真不知道你是金哥的女朋友。
干什么？家里就你一个人吗？对，怎么了？等陆姐把你们俩的事都告诉我了，我认为啊，一千个一万个不对，你也得容忍把话说了。我不进去，你得让甘露姐进去。到哪儿去？回家。军哥跟他女朋友的事，你难受什么呀？我难受个屁！我就是觉得甘露姐不像是对军哥有外心的人。那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。那在老莫吃饭的时候，你还让他们散呢？就你记性好。一会儿的功夫。我说了，就你记性好。这话都让你说了，是要还给我。我从来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。你给我的那个发卡，我天天都把它戴在身上。在哪儿？在行李里。来的火车上怕丢了，放在行李包里。结果整个包也丢了。你手表你还是拿回去吧。为了买这只表，我来回走了80里戈壁，连命都快没了。表留着好吗？就算是我回家玉馆了，我也能知道你天天都能看着它。我跟安宰良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真的。也是，我们也没什么。你本来就是我哥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你冤枉我了。在嘉峪关待的这两年，我每天心里想的只有你，心里从来没有割下任何一个人。安宰良说，如果你不回嘉峪关的话，他就来北京接你。他给你打电话了？他给你打电话，我去找你，正好接到了。安宰良是喜欢我，可是他说他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心里怎么不明白呢？可是你明明接他电话，你为什么说你在胡同口呢？我怕你心里不舒服。我当然不舒服。那我不理他行吗？怎么可能？你们都是一个队的。那我就不回嘉峪关了，行吗？我不回去了。他说他要来找我。他只是说说而已。你不回去？对，
只要你高兴，我愿意。没有户口也无所谓。来了。邱阿姨，来听消息的吧？什么消息啊？脱了，这是你刘叔叔写的条子，明天你们两个到石化厂碰碰运气吧。小军，你非要办的事情，妈妈一定会尽力办。但有一点，我得先把话说在前头。你们两个能不能在一起，要看你们的缘分。这个条子能起作用自然好，如果起不到作用，甘露还是调不回北京。你们两个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嘉峪关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你们两个好好想想。副转办介绍来的，主任还亲自签字，要对你提出照顾，还有点来头吗？哎，可副转办那帮人啊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每年有多少人回京需要安排工作啊？哎，都想要好工作，哪有那么多好工作啊？尤其像你这样的，有什么特殊技能啊？没有。这么说，你是到我这儿来领钱养老来了？差不多吧。哎，说话口气还挺冲的。脾气不好。你那就不能忍一忍？那要看对谁了。行。啊，陈达是干干吧，你呀、也就只能干干这个了。哎，这也算对你的照顾，常年夜班啊。哎呀，再加上你呀、一个传达室就有六个人。把我的材料给我，干嘛？老子不伺候。哎，同志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人事科在哪儿啊？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这单位的，我上那办点事儿，您问问他们吧。啊，哎，谢谢啊。邱科长，会不会在一楼？我们在一楼找。我觉得在楼上。同志，人事科在楼上吗？人事科在一楼，下楼以后往右拐。他吗？我说在一楼。国庆。真是你啊，李小军！嘿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带我表妹来办调动的事儿。哎，你好，阮国庆，我的战友。你好，哎、你好。哎，不是乱搞男女关系那种表妹吗？胡扯！你慢点。那我先办事儿去了，回头找你。哎，行，好啊，哎，走吧，一会儿见啊。哎。请进。请问是王科长吗？那是啊。哎呀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是刘进主任推荐来的，您看看。哦，我知道。哎呀，不是个女的吗？啊，是，在这儿。甘露。王科长。哦，你是什么人？哦，我是他表哥。你到外边等着。哎，我去外面等了啊。谢了，王科长。嗯。来，请坐。嗯。你就是甘露。
不要紧张，坐坐坐坐坐。那个，今年有多大了？二十二。二十二，好年龄啊。这个你喝不喝水？我给你倒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不渴。啊。哎，来，甘露，坐到沙发这儿来。啊，坐这儿来。嗯，哎，哎，啊啊，行了行了啊，差不多可以了。不错呀，这个啊，这你都羡慕？这哥们一条腿换来的，容易吗？这，你来这干什么呀？哎呀，玩儿。玩儿，哎，对了，什么时候回到北京啊？哦，我刚回，你呢？哎呀，也有半年多了。安排工作了吗？嗨，在家闲待着，父母养着，干什么工作啊？其实之后我打听过你的消息。行了吧，少来这一套了，不就是腿没了吗？不然要比起小山东他们，哥们儿还算是福大命大的。要不然哪有功夫在这跟你晒着太阳聊天啊。哎呀，也是。哎，对了，刚才那姑娘是不是给你送表的那位？是。哎呦，这刚回来就给粘上了。说你小子够幸福的。有什么幸福的？还不知足啊？下放到嘉峪关有多久了？两年零八个月。啊。哎呀，皮肤白的人就是好，太阳怎么晒晒不黑啊。你嘉峪关我去过。太阳特别毒，嗯，你看看，嗯，你看看，怎么有男朋友了？安排工作还要问这个吗？当然了，单身有利于工作嘛。没有。这个工作安排的这事儿啊，他说容易也容易，说难也难。你看，每年现在有很多人回京，然后都在等待安排工作。嗯啊，光拿一张纸条那是没有用的，关键要找对人。那我找对人了吗？找对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一进门的那一瞬间，我对你啊就有一种感觉，非常特殊的感觉，非常特殊。怎么特殊了？啊，他是不是在嘉峪关有人了？有人追他。行了啊，李小军，蒙得了别人，蒙不了我。我这说了一大堆，摆明的就是借题发挥，冤枉人家。不
不是我蒙你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呢？哎，对了，你们俩也算是青梅竹马了。我觉得人家姑娘对你确实不错。是不错，我在部队的时候还挺想她的，可是我没想好结婚过日子，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定了。还是不爱，就只是喜欢。你别看我没谈过恋爱啊，但是我对这方面颇有研究。以后啊，没想好就别老逗人家了。你谁逗人家了？啊，你在山沟里打着山洞，不停的给写着信，这还不叫逗啊？我说你小子啊，这勾引女人确实有一套啊，这勾上了吧，又不计后果，你家就这德行，你净扯淡吧你就。哎，那你就跟人商量好，不谈结婚，先处着。那调动要是办不下来呢？先处着，人家就得在北京飘着，那害得人连户口都没有。那就摊牌，让人家干脆回去得了。哎呦，看看看，又不舍得吧？你什么狗屁玩意儿你？你的嘴怎么现在变这么损呢？我嘴再损有你人损。你人还不损？秦博那鸡的事我给你顶下来，我找你麻烦没？别提秦博了行不行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辈子啊，最对不起的人就是秦博了。你说人家两只鸡都被我一个人给吃了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这人损呗。你才损呢。你还不损。安排回北京工作的事儿，就算是到此为止了，对吗？你敢打我？刚刚陪我进来的那个就是我男朋友。怎么了？不怎么了，谢谢你。安排回北京工作的事儿，我本来就没有抱多大希望，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想好了，跑这一趟就是为了能让他心里舒服一点。他好歹也算是替我出了力了，回不了北京，我就还回嘉峪关，这样他心里舒服点，我也就能安心了。你会后悔的。留下来，恐怕我会更后悔。万一要是真的能回来，不过现在好了。谢谢你。王科长，能把这个纸条还给我吗？我想留着。哎，出来。怎么样？找我吧。回去吧，我饿了。那个，我先走了，保重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有了复原费，家人马上也快工作了。那这也太多了吧？补补呗。你怎么说的，好像咱俩吃最后一顿似的？很好吃。哎，你工作怎么样了？办成了吗？你希望办成吗？我不希望我让我妈托人陪你跑西山石化。但是你心里矛盾。对吧？我心里怎么想你怎么知道？我了解你。
好长时间都没听你拉手风琴了。在嘉峪关的时候，天天都想。这次回来的时间又紧。行吧。那就借一台，明天吧。还得帮我给你买的手风琴套套上。好。那明天我在家等你，正好甘雨也在。对啊，那工作到底怎么样了？我上趟厕所。服务员，你把账结了。到服务台结吧。6.5。路回来了。妈，这调动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妈，我有点累了。我先回屋了。去买车票了，你要走？票买好了？买车了。那调动的事没成？没成。这次走
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得来，你也成大人了，这人世间的事儿，他就是说不好，走到哪儿就是哪儿吧，不许想不开。罗，妈明白你，明白啊，这小军是个好孩子。 甘露，你是谁呀？阿姨，我叫安在良，我是来接甘露的。安在良，哦，你怎么找到我家的？来来，阿姨。 甘露走时候跟我说过你家的地址。甘露，我说过，如果你不回去的话，我就来接你。你什么时候回去？没关系，你要是没想好的话，我在北京等你。 安在良，其实我已经买好了今天晚上回嘉峪关的火车票。真的？真的。好。可是我不知道你会来，我只买了一张票。没事的，我给你上车补票。嗯，